赛还有十一天，大家加油。好。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了解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理工科的教育和研究方面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成绩。作为一名自小就非常喜欢数理基础课程的同学，我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比较喜欢机械，然后我又比较喜欢车辆，选择了一下这个北航的车辆工程。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学长们、老师们都非常热情，学院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北航这所大学当年建校就是为了这个满足国家的这个重大需求，我们有机会啊能够承担国家的这个国防重大任务，又有国家重点的实验室这种平台，要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大学四年夯实了我的科研基础，培养了学生的独立和自制，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和平台。Je savais aussi que Beijing c'était une grande université d'astronautique et d'aéronautique. C'est un plaisir pour nous de travailler avec les étudiants chinois de Beijing. 老师就像乐队的指挥，引领着你去发现和探索，鼓励你创造新的事物，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不用在意太多的金钱和地位，要问心中的真诚和共鸣。北航知行文科试验班立足北航精品文科战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北航四年青春无悔。北航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科研平台，利用这样的科研平台，我获得了冯诺贝的一等奖。来北航的三年呢，我觉得我自己的收获挺大的，不管是学习还是训练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学校的期间，我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竞赛，其中美国建模大赛我们获得了一等奖。这次经历不仅让我接触了科研，更让我体会到大学期间同学情谊给我的动力。我们取得了世界冠军的成绩，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能静下心来好好做科研的好地方。我们对学生的培养不仅要传授给他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要让他在学校在北航感受到一种文化能够传承的一种传统。除了科研很强以外呢，体育也是传统项目，特别是我们的排球。我们的校队呢，在近两年的大学中一直是支劲旅，特别是今年的女排也取得了冠军。加入我们体育班的大家族。他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同时，也非常的重视大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比如说，晨星音乐厅会定期的举办音乐会，北航的艺术馆每一个月都会举办各种风格的画展。这里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将会收获怎样的精彩。为你们打开一扇实现自我抱负、实现人生梦想的大门。欢迎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憧憬蓝天、向往航空的未来的学弟学妹们，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学习生活。同学们，北航欢迎你们。